大家好，我是胡胡骑射，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做招财猫所会做的兽王，它的盒子侧边有写着兽王，不是什么大兽神啊。那么它的话呢，有附带了一些有的没有的什么什么什么版权方面的问题。Anyway，我对于这个没有很熟悉，我是说什么千纸链啊，什么GoGo Power Ranger 这些东西，其实我不是很熟悉啊，所以我也不想多谈啊，就给大家聊一下我最近把玩这个玩具之后的一些心得感想啊。台湾的话呢，也都已经陆续到货，大家应该都会接连的去拿到。首先的话，它附带一个拼装组合用的盒子，这个盒子的话呢，组装起来的话是有一点痛苦的，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我跟各位提一下啊，这里会附带4根这个柱子，这个柱子的话呢，本身如果你只组这个盒子的话呢，这4根柱子是用不到的啊，它是用来要扩充的时候装在上面做使用的啊，各位就不要想说看到有什么就硬把它组上去。那这个亚克力盒的大小的话呢，是比这个盒子当然比这个匣子的话呢要稍微大一点点，放进去在里头还是会晃动的啊。那 anyway，我们直接来看看玩具了，这个是暴龙的部分。那么招财猫的话呢，他们都会把它设计成一个可以折成方块，类似于是猛兽侠的一个概念。那这个等于是这个是多出来的送的一个设计。那这个应该是他们自己想办法去把它设计出来啊。那这个喜不喜欢端看个人啊。那我还是那么一句话，我对这个原作的话呢没有那么多的情怀，所以我觉得多了这个东西就是多了啊。那先前的话做百兽王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对百兽王比较有印象，所以我觉得那个形态就是有点多余。那不管怎么样，你觉得行就行了。那这几个方块的形状的话呢，到目前这一款为止的话呢，它的一个稳定性这里就有点小问题，这个稍微有点松动。那它是两个腿组合在一起的，前面两个的一体性比较好啊，特别是这个暴龙，是比较接近这个 Vertoise 的这个猛兽侠的一个水准。那至于这个翼龙的话呢，它的一个很多地方的结构的话是没有卡扣，端看这个关节的紧实度，索性做工还不错啊，稳定度呢还是可以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上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把它从一个方块形状呢变回它们一个兽形态啊。首先是这个腿的这个部分，它这个看上去非常有这个舞狮这个合体的那个百兽王的那个感觉啊。这个地方呢稍微转动一下，这个非常简单，很直觉的啊，这个就顺势的把它给放下来就行了。那么这个脚这里推出来的话就有点紧了啊，这个地方拉出来非常的紧实，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把它给拉出来。那这个尾巴的话呢是往后面。拉出来之后呢，要往后面，这里有个滑槽，把它推到底啊，这个尾巴才能够顺势的将它给拿下来。那么这个老虎的话呢，应该是老虎没错吧？啊，它的可动还不错啊，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关节啊，所以可以左右动一下。然后它的这个轮胎啊，居然是可以转动啊，非常的有趣。然后可动度的话呢，这个地方有一处的关节，一处两处，后肢的话呢也是至少有两处以上的关节。那因为这个多了这个关节的关系，头才可以转，所以它的一个兽形态看上去还是比较活灵活现的。三角龙呢，这个跟刚才的那一款这个剑齿虎的话是完全的同模了啊，但是它的话我记得是这个地方往旁边拉出来就行了，这个往两侧拉出来，这个推这里是 OK，那这块部件可以拿下来了。这个刚刚的组合的这个部件有点紧啊，这款玩具大部分的关节是偏紧的啦啊，那它还是一样有一个尾巴，这个造型跟刚才的那个变法都是完全一样的。那这个两侧的这个尽量把它拉出来一点，你可以看到底部啊，它是有一个滑槽的，那它这里一样也是有一个关节可以动一下到这边。那么关于三角龙的话，多提一下，它有一个替换部件啊，可以把这个两个角摘下来之后呢，变成这个是锁链投射出去的啊。这个是高度还原的他们这个剧情里头的一个画面啊，算得上是非常有诚意的一个配件了啊。然后这个叫猛妈像还是叫如齿像啊？它的变形也是比较简单，首先把这个武器的话呢取下来，两侧呢给打开，它的变形呢也是一样，把中间的这个拔叉的这个脸部呢给取下来。它的这两侧啊有凸跟凹的结合，这个转的时候就是左右稍微搓动一下，但还是要小心一点啊。这个 OK，没断啊。然后呢，这个腿的话呢很简单，身体的话都不要动啊，只需要把这个腿这个地方转下来，然后这里的话呢你就顺着你看它的同方向转脚掌转到同方向就可以了啊，保持这个形状。因为它的身体的话呢，中间这里没有组合了啊，所以它的一个结构的话呢有时候会松动。
那我们把这个象鼻子啊、象牙啊都先往前面转之后，这下方有一个，这里我卡扣这个前面这个凸啊，要扣在前面的这个洞，啊，扣前面啊，情绪不要太奇怪啊。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大象的形态也就完成了啊。那它所附带的武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是扣在身体的两侧。哎，这里有一个，平常的话呢，为了变形的时候呢，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结合，它把这个凸呢做成是可以伸缩的啊。我们把它给扣回去，所以这个本身的话呢，这个猛犸象服装还不错啊。正面来讲，眼珠子啊、耳朵旁边的这个点缀，这个黑色也看上去挺舒服的，有点钢琴黑的感觉。个人感觉虽然小，但是重量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啊。那么暴龙的话呢，应该算是这个猛兽夹的一个风格是最强烈的啊。这个两侧的配件把它给拿下来。再来的话呢，侧边这个地方两侧卡扣把它给打开，然后呢这个地方松开来，把这个腿部的话呢往下翻出来。再来的话呢，将这个腿的话呢给翻出来，这里两侧顺势的翻出来就可以了。那么前方这里这个部件的话呢，往两侧给翻开，这一侧部件打开，这里把它给扣回去啊，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把它给扣回去啊，整个卡上去，那这两侧放下来就可以了。这个正常的裙甲的摆放，恐龙的小手放下来，但是它的头是藏在内部的啊。这个头从这个抠开啊，有一点痛苦啊。我还是一句话，这个玩具很多地方的零件还是比较偏紧的，那抠的时候也要小心了，因为这个我是很怕把它这个银漆啊给抠花了啊，那就有点不好意思了。那这个地方呢，把它给翻出来。头部的话呢，它是这样子啊，这里的造型的话呢，是我记得它翻转的时候是。怎么个翻法？这个，反正不是那么翻啊。这个啊，对，这里还有个关节折上来，整个内外翻转之后，再把头给翻上去啊。然后呢，把这个恐龙的手啊，比较可惜，它只有下半部这里可以动，上面是完全不行的。然后这个尾巴的话，我记得是尾巴，它有一个双动关节往上转，像这样子，好，像个样子就行了啊。这个裙甲往上面开一点点，脚的话呢往前面出来，让它有一点这个鸡爪的一个感觉啊，跟那个的一个感觉。那最后就是它这个武器啊，这个武器这里也是卡扣是非常的紧啊，这个地方这个双动关节这里是压翻上来，然后扣在后面。后面的时候我个人是这样子扣的啊，是在朝内侧，这样一来的话，它的炮的话呢它会比较朝外面。那各位已经看到了，这是一个无脑的暴龙，它脑袋里头是空的。那这个炮的话应该是要往前面延伸一点。不知道我变账对不对啊，这个玩具本身并没有很熟悉。但是它的本身的一个做工来讲，这一款暴龙很扎实哦。这个塑胶包括这个整个的话呢，一个就是很结实的一个感觉啊，确实是。材料上吧，这个看上去还是比较强健的啊。那暴龙的话就腿能够动啊，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好提的了。最后呢，这个翼龙啊，它是这几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夹子侠，就是和立方状态下呢，我个人觉得吧，也算是比较糊弄的啊。这个翅膀你就看到什么你就把它都给打开就是了。那它的变形的时候呢，就这个脚啊，它的脚是。等于是脚把它给往下面搓下去，然后再打开。那这个记得脚掌是有要翻折180度，前后要记得翻啊。大概变形的重点就是在这里，其他的话就是凭你的印象把它给拼凑起来就可以了。那翅膀这个可以翻折一下，然后这个看得到的就通通把它给翻出去啊。这样，是转成这样啊。这个玩具就是它还是蛮舒压的哦。这一款我个人是属于虽然没有对于这个 Power Ranger 的话呢没有什么涉猎，但是感觉这款玩具就是分量感是很足的啊。那它这个翼龙的话呢是有一个算是隐藏的小翼龙，对，这个给我做个示范好了。我想如果你看这一集的话，你可能都比我对于这个系列都还要再更熟悉啊。也在各位面前做这种节目，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感觉啊。这也是一个小翼龙啊，我们还是把它的这个胸部啊，把它给补满起来。好，那
那我们最后的话呢，把炮收成这个形状好了。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翼龙的形态。翼龙的话呢，它的很漂亮的一个透明茧，翅膀的话呢很大这样完全展开的话呢，应该有逼近20公分的一个占地面积。那你想把翅膀收起来，就自己去收拾了啊。那头部的话呢，也有一个往前往下一个角度。那嘴巴的话呢，应该是开不了。那这个脚的话呢，接地性也还算不错，脚掌也是很大。虽然说翅膀很大，但是因为它的一个关节的表现力度呢，都是相当可以的。所以说，我们来给它站一些比较夸张的动作，应该也是可以的。像这个是小鸡吃米图啊，还是神鸟疯狂图啊？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把几个这个成员的话呢，一字给排开，其实也是颇有气势，而且整体表现还算是相当不错的。那我们就来简单讲解一下它合体的一个过程啊。腿的话呢，三角龙的部分我已经先把它变形啊，这个两脚捏进去而已啊。那这个变形的话呢，两个头模，所以我就挑一个来说就行了。这个头往上面掰上去，然后将手臂的话呢往前面摆过来啊，几乎是切成一条线，这样就可以了。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摆过来。那腿的变形的话呢，就是把它塞到这个缝里头去啊，非常的简单了，基本的话呢也就没有什么难度的。那尾巴的话呢，就是抬上来往上面，到这里之后呢，再往前面滑槽推进去。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两条腿部的一个组合的一个过程就已经准备完成了。霸王龙的部分呢，小手把它给推上去，然后后面的武器呢先给取下来。脚的话呢，我们需要做的呢只是把这个地方打开，然后这里的话呢有一个凸，我们需要抠一下，要把这个里头这个大凸给亮出来。那其他的部件的话呢，就是给腿推到后方去啊，推到后方去。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这样子推过来，然后呢把它的这个部件把它另外的话给抠出来。那它有附带一个道具，让我们方便我们把它给拆出来，但是我个人目前没有需要用到道具了啊，年纪还可以了啊。然后再来就是把它的头呢给缩到身体里头去，那一样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把它的这个面板翻过去，整个翻上去啊，到这里，哎，然后这样子转一下，整个的给收进去，然后再给盖起来。好，到这边，再来呢，形成两手臂的猛妈的话呢，这个武器先给拆下来，然后这个头一样给拆下来。再来的话呢，把这个手臂啊，它这个就是机器人的手了啊，我们把它给整个打直了。然后它这里有一块部件在这里，你看到没有？两侧给打开，它就形成了一个马甲的一个部分。再来的话呢，是把这个手臂啊给翻出来。这手臂翻出来的话呢，它是要推，我记得是要往侧边推一下啊，才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翻转，是吧？这个部件是转过来 ，OK， 到这边。那么另外一侧的转法的话呢，是完全一样的。那想当然而然，你就只能够用拳头的状态下来做一个翻转了，替换的手掌的话呢，当然是不能用的。那我们先把这四个部分呢做个简单的结合好了啊。它的后方有两个凸啊，就是把这个猛妈像的话呢，有点类似于是穿上一个外挂马甲的感觉啊，就把它给挂上去。这个组合的话呢，其实也不难啊，就是因为它是黑色啊。OK， 这样子就扣上了。那这个脚的话呢，就更加简单了啊。那我有点忘记它是左边黄还是右边黄啊。OK， 不管了，我先扣了再说啊，先扣了再说。这样，这个遇到组合的时候呢，就是卡歪了，这个也是有点尴尬了。本体后方的尾巴呢，要做一个处理啊。首先这颗部件，把它给往上面挑起来，这个地方。把它给往上面挨起来，哎，这里展开，然后里头的尾巴拿过来，然后呢，这个部分的话呢，转过去啊，两侧翻成是一个裙甲朝外的状况啊，这个地方翻一下，好，到这边应该没错，呵呵，然后呢，这个尾巴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对折，再来的话呢。把它扣到这个地方，讲一下它的头部替换啊。它的头部这里有个孔洞，它是有附带两颗螺丝啊，让我们在安装上去之后呢，把它给锁死的。这样一来头比较不会掉，但是呢，这样要替换头就比较麻烦。但是你不锁上去的话呢，其实转一转它很容易又掉出来啊。这个的话呢，就请各位自己去取舍了。再来的话呢，我们把它的头部啊，它是一个可以替换，它因为它有替换的头雕，我们先把这一颗放上去。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将它的胸口这个，说翼龙的这个胸口这片部件，
把它给取下来。翼龙的话呢，暂时就没他的事啊。那我们把这个胸甲的话呢给扣上去，那各位应该就能够看到一个大家挺熟悉的一个造型了、啊，这个挺帅气的一个机器人啊。OK， 还是一句话啊，我对于这个 Power Ranger 什么的我没有很熟悉，帅不帅，感不感动大家，大家心里有数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体性好了。首先的话呢，关节的紧实度啊，这个胸口腰部这个地方它可以往下面折下去，你这样甩它当然是会动。那除了之外的话，其实关节的紧实度一体性来讲算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面雕，这个面雕好看，是超级系机器人的感觉。那可动的话呢，头部就不是球冠了，因为它是一个拔叉嘛，当然就不是球冠了。那手臂的平举的话呢，这样是从这个地方啊搬起来之后再从这里转啊，这才是比较正常的转法。如果你直接这样转当然就不行了，这里就错开了。二头肌也是有关节的，手肘弯超过于90度，拳头也是可以转动的哦。那拳头的话呢，还有一个替换的手掌啊，这里有一个替换的手掌，我们把手臂的话呢换成是这个张开的一个样子，看上去的话呢就更加的生动，更加的帅气了啊。那腰身的话当然可以转动啊，裙甲啊前后都有，都可以打开的，往前踢角度这么多、后面穿帮了啊，往后踢，往后踢的幅度会再更大一点、这个很欢乐的样子啊。然后外摆内收也是有的，包括膝盖以下也是有关节的啊。那么它的一个这个凸应该就是这里的吧啊。那脚踝的话接地的话你要拉出来才能够左右稍微动一下啊，那拉出来之后两脚的话你要控制一下两脚的长度不要相差得太多。然后我们把它的武器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好了啊。武器的话呢，它本身有附带一个是类似于是特效件，就是外面有包一层黄色的光，然后再有这个雷电，那我们把它抽出来之后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大件的一个形态啊。这个大件看上去就是很帅啊，一整个就是超级系机器人的感觉，个人很喜欢啊。我们把这个尖角我们把它往侧边打很好啊，因为这个造型我还是那么一句话，我没有很熟悉这个系列啊，但是玩起来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分量来说啊是非常管饱的，非常管饱的。哎，来看一下四肢比例的话呢，腿部比较长但是无所谓，哎，这个头掰一下就掉了那提一下它的这个，等一下啊，它的这个头那个脚啊比较尖锐一点，但是不至于说很脆弱啊，这断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手去碰到还是比较扎的。啊，手这个后面这个部件推一下，我不晓得有没有完全变到定位了啊，但是应该是差不了多少了。摆在桌上的话是很有超级系机器人的一个霸气的感觉。那我们呢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所谓的一般人说的魔改状态，我们把这个尾巴的部分给拿下来。将它的头部呢也给拆下来，它的头啊从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可以分件的，这里把它给分件分开来。分开来之后的话，我们先处理这个部分，我们把这个翼龙的腿啊往下面缩下来，然后呢两侧中间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给组合上去啊，它的组合这样子，我们就 OK， 两侧把它给扣上。好，最后将这个翼龙的头部呢给装在这里，咬合咬上去啊，就只是咬上去而已，这样一来啊就把这个头呢移到后方了。那么最后的话这个部分就很简单了啊，这个地方我们这里的这个组合的一个位点啊，就是把它扣在后方这里，找准点就把它给扣进去了啊。那最后我们可以将这个炮的话呢做一个你最喜欢的一个摆放的一个角度，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成为了一个更加超级系啊机器人的感觉了，非常非常的壮硕啊。然后由于本体的重量分配还不错，所以即便加上了这个翅膀啊，它也完全没有往后倒的一个可能，甚至于说呢你愿意的话吧，就是拿它来当传说中的第三条腿。那这个武器的话呢，既然都已经强化了，我们就把这个看上去不是很加分的特效器啊，远远看还以为是什么冰淇淋雪糕一样的感觉。 OK， 那么呢这个就是它附加的一个另外一个状态。
那我们看过它的官图呢，它是有一个所谓的战车的形态。战车的形态的话呢，我们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示范哈。另一侧剑齿虎的变形也是一样啊，那个手的话呢往前趴下来，这样就行了。大概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胸甲的部分呢给取下来，然后呢将内部的这个小翼龙啊就把它给拿出来好了。然后呢猛妈像的内部这里呢本来是有一个小零件的，把它呢跟这一块翼龙的话呢从这里把它给组合起来。我们要记得就是把这个翼龙这个地方这个凸啊面朝前，然后呢去扣到这个地方，上面有一个结合的一个位点，把它给扣上去。接下来手部呢要把它变形成这个形象啊。怎么变的话呢啊，首先的话呢手的话是这个样子啊，这里呢是有个盖板的，这里是没有盖板的，我们把它朝有盖板这个地方推出来，先往这边推，然后呢再去旋转这个拳头的部分，你要稍微转一下拳头啊，这样能够收进去，再把盖板给盖上。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有一个凸，把它给翻出来，然后就是跟原本装在翼龙的这个立方体下方的这个兵器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把它给组合上去。再来的话这个头的话呢，我们要把它给头上的角啊往两侧这样给各位看一下，它两侧其实这个结构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把它往两边把它给推过来组合好。那因为现在这个我的脚已经变形完了，所以它不容易去站立，它没办法站稳，所以呢我必须边拿着它边做解说。然后呢把这个胸甲给打开，恐龙的头啊把它给划出来，这个头又划掉了。这个就是你看你要不要装，看你需不需要去装那个螺丝钉啊。如果你装了的话呢它就不会这么容易掉了啊。那这个时候由于两只脚已经退到后面去，它就有这个空间呢来包住这个恐龙的这个头了。再来把这个胸甲呢回复到原状，这个时候呢我们这里胸口的话呢有一个卡扣，从这里把它给推出来，然后跟猛妈像的这个胸口的这个位置啊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组合，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再来这个部分的话有一点像是要把它的尾巴的话呢给还原成原本暴龙的形态啊，这个地方两侧把它给打开。那我们将这个裙甲的话呢往这里翻过来，两侧做一个翻折，我们翻折成这样子啊，你就可以看到了，做出了两个洞，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个尾巴的话呢能够扣上去。那它是有一个直角在那边的，所以它有一个防呆的机制，基本上呢也不用担心会去扣错了啊，那个尾巴就算完成了。变形的最后一个步骤的话呢是把这个我是看这个图去推测，它是把这个小腿呢折成这个角度，然后暴龙的原本的脚跟可以出现在后面，如果再配上尾巴的话呢就这样子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点。最后就是把这一些武器的话呢全部都给外挂上去啊，展现它全副炮火都打开的一个形象。那么它的战车形态的话呢稍微做个简单的小推车吧，其实啊它的轮子的话呢只有这个是有轮子，但是呢另外一侧的这个三角龙的话呢却反而没有啊，所以就不能推车，比较小可惜。那上方的这些武器的搭载我是按照我自己所想象的方式去做一个搭载了啊。有没有还原到它的这个影剧里头的样子的话呢各位可以自己给我留言啊，或者是说你买回去呢自己做一个示范。上方的话应该上半身可以再往前面，应该再挺直一点啊。OK, 这样可能再更加的好看一些。那实际上呢我们从盒子里把它取出的时候它并不是长这个样子的，它是有一套另外一个马甲呢改变一下的一个外形，我们也来把它还原成刚出盒的时候的状态吧。其实有点好笑啊，所以我们这一集其实不是开箱啊，我们是一个关箱文，对不对？因为我们准备把它回复到盒子里头去。为什么两侧为什么刚扣它太松，这边又刚好，对不对？好，这个脚是换成这样的，胸甲的话呢也是拔掉，换上一个黑色的一个胸甲，这样看上去的话呢一体性好像感觉是黑色系的感觉更强。头的话呢就这个就是我说如果你要替换头的话你有没有加螺丝钉，其实有一个差别，你加了的话呢头就不会掉，但是你要替换就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方便，各位你自己去取舍就可以了。那最后就这个肩甲装上去的时候啊，从这个地方孔啊，然后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图扣进去，但是扣进去之后我是给各位建议了，就是说你稍微卡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卡得太紧，因为你在拔出来的时候呢它这一块部件它本身是会动的，那你再把这个部件要拉出来的时候呢，你这样去扭动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因为它本身也会跟着动，它会缓冲掉很多的这个力道，
那你缓冲掉这个力道之后的话，那就变成说你抖了半天对方没反应啊，大概是那种感觉啊，非常无力感，对不对？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就差不多把它的部件都给替换完成了，把这个肩部稍微调整一下。那最后就是它的这个超级大翅膀啊，我们再次的呢把它给组合回去，这个部分跟刚刚的样子没有差别啊，我们把它给扣上。扣上之后的话呢，把两侧的这个火炮做一个你想要的一个调整。那扣上去之后啊，这个头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帽子很大啊，基本上把眼神盖住了不少。可动的话呢倒是没有什么多大的影响，因为都是在基本的零件上做一个替换而已，在肩炮再调高一点就行了啊。然后一样，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传说中的第三条腿啊，去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站立性啊。那武器的话也把它给拿上吧，让它成为一个全副武装的一个形态。其他的这些武器啊、挂件啊什么的话呢，你想要把它扣上去的话呢，就通通都把它给扣上去吧啊。那这一款招财猫是个大兽神，我自己对这个题材我没有涉猎过，但是玩具的把玩的多样性还是非常非常管饱的，甚至它的价格我台湾查了一下，大概台币1900多块钱。我真的觉得如果你要对比变形金刚的话，这个价格好像还蛮划算的。大家如果你很在乎什么版权之类的问题，那你当我没说吧啊。那这款玩具确实是量大管饱啊，这边的话呢就给各位做这么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